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博妍桦，我在《阿荣与阿玉》里面饰演阿莲，我算是这个慧眼照相馆家神一般的存在，我帮忙处理他们家很多小小琐碎的事情，那包含家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啊，然后是这间照相馆要怎么经营呢？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幸运小物来帮忙想办法。那为什么我会一直留在这边呢？是因为我想要等我的未婚夫，叫做 Molly 桑，因为他回到日本去，但是他没有带上我，所以我跟他约好了这里，一直等到今年2024年。我跟这一家人有一个叫做念祖，他希望可以赚大钱，然后照顾家人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身为幸运小屋，是不是应该帮助他一下？但是念祖不知道我的存在，就是有一些误会跟纠葛，所以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发生。一张照片都代表一段故事以及一段回忆。我是博妍桦，阿莲在《阿荣与阿玉》与你们相遇。